玩風景咧，今次已經嚟到第6個版本噶啦。咁我哋今年嘅突破咧就係歐洲度作為一個巡迴演出啦。我哋會自己揸旅行車橫貫咗西歐到東歐，經過5個國家，咁作為一個巡迴嘅演出。期待出發咯！啊，我有自己嘅眼界，整個也是很新穎的，對於我來說。你發現更多嘅可能性咯！咁咧將會係一個既驚喜又冒險嘅旅程。移動是一幅有生命力的風景，那我的期待就是每一個人滋長他對這個作品裡面的那個豐厚度。